谢谢那个人带我出来玩。哎呦，地震了！你们这些年轻人，我跟你们讲，我不是韩粉，但是……好啦，我就是你的手机了，想要来做些什么？不然我们来设定桌布好不好？那来看个 Facebook 好了。你不先贴膜吗？还是不要贴好了？这吊饰蛮可爱的。Facebook 是吧？账号密码来一下。账号 abc@gmail.com， 密码19950606。错。008是0606。错。A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错，我忘记密码了吗？这个脸书好友是谁 ？Lisa Wu， 错，那这是谁？以下哪个是你发过的贴文？求脸书大神推荐好牙医，觉得难过，修蛋姐。好像都有可能，修蛋姐吧？错，我把密码寄到你信箱好了。啊 ,A19950606。啊，原来是这个加 A 啊。秀死，读一百个机法了。谢谢那个人带我出来玩。哎呦，地震了。你们这些年轻人，我跟你们讲，我不是韩粉，但是。所以你没有要回你吗？有余震呢，27楼真的超级晃的，你们还好吗？封锁。小宝贝终于三个月了，他解锁越来越多的声音，还好，他越来越像他妈妈。说真的，真的是要，他正在感性哎。笑一个，图文不符，别在意啦。真的。这个你给爱心，消费满599全馆免运，每天600件以上新品上架，首次下单折扣100元。广告，大人的乐趣无需害羞。为什么会有这种广告啊？就他们说你可能会喜欢。对，新地富说，嘿，私讯他怎么了？我强烈建议你不要这么做。分享这个，赞哦！新的 emoji。